是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几个被我父亲打击过的贩毒人员同伙，为了报复，在放学路上绑架了我。他们把我扔进了地窖里，里面关着很多其他的孩子，都是人贩子抓来的，等着买家。整天都没有光，没有声音，恐惧和孤独被无限的放大。为了一点食物，大家每天像狗一样的抢夺，可谁也不敢反抗或逃跑，因为只会被打得更惨。终于有一天，我爬出来了，可没有一个人愿意跟我跑。他们拼命的喊，因为抓到我就可以换回一根玉米。我跑啊跑，拼命的跑，也不知要跑到哪儿去。